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85页，585页，倒数第三行，从当中看起，啊，金经如舍安住，即是安住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故即是入清净去。上一节课我们讲到这个地方，这一句话是从前面倒数第五行第一句往生论里面讲的啊，念老揭露啊这一段文，又相属佛国土功德庄严成就，佛功德庄严成就，菩萨功德庄严成就啊，佛功德庄严成就啊，国土有17种，佛的庄严呢有8种，菩萨庄严就是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，幸愿持名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人，菩萨是指这些人，说了4种庄严啊，总共啊29种庄严。我们接着往下面看，此三种成就愿心庄严，略说如一法句。一法句呢，为清净句；清净句呢，为真实智慧无为法相故。这是往生论上的一段话。那么今天我们今天看这一段经文，第一句如舍安住，跟往生论讲的这段话意思完全相同。如舍安住，即是安住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故即是入清净去。这一句话很重要，如舍安住，实就是诸法实相，就是自性，
啊，自信没有任何现象，啊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心理现象，就是想象思维，没有这个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但是它能生这三种现象。啊，讲得最清楚、最明白、最容易懂的，无过于禅宗六祖大师。啊，六祖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，那五句话就是自信，啊，就是真如本性。第一句话他说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那第二句他说的，本不生灭。第三句说，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功德，无量相好，它不生不灭啊！啊，自信是什么样子？本无动摇，本无动摇就是自信本定。啊，所以佛陀教化众生，开八万四千法门。无量法门，就是方法门径的无量无边的，修什么呢？通通修的是禅定。这个一定要知道，为什么要修禅定？因为自信本无动摇，自信本定，我们要明心见性，不能动念头。啊，《大乘经》上我们总结非常简单明了，啊，怎样才能明心见性？见性成佛，慧能大师成佛了。啊，自信，你看看前面说的这自信的体，德、能，末后一句，能生万法。万法是宇宙，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？自性所现，所生所现。啊，但是自性我们要晓得，它没有生灭。自性讲能生万法这个意思，影现，有缘它现，没有缘它影，影现自在。啊，不是生灭了，生灭是属于阿赖耶，妄心，真心没有生灭，真心里头一无所有，但是欲缘能生万法，没有缘一念不生，什么也没有。啊，所以不得已说一个空字，啊，自性是空寂的。啊，涅槃就是自信，自信就是涅槃，涅槃是梵语，啊，梵称即清净即灭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如实安住，就是安住在哪里？安住在真如自性。怎么刚刚出发？金刚经上有一句名言，六祖在这一句话开悟的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这开悟的
应无所住就是安住，安住在自性生性，生性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能生万法。我们凡夫要是安住在自性上，就不能生心，生心就不能安住，这是凡夫啊。不但凡夫，还包括阿罗汉，包括全教菩萨，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都是这样的啊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要学要练啊，这叫修行。修行两个字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啊。行为有身口意三大类，意的行为就是念头，妄想念头是意业的行为啊。身的行为是造作，一举一动。口的行为是言语，我们的念头言语造作错了，错在哪里？没有如实安住，就全错了啊。这把全教菩萨以下通通包括了，通通错了啊。那现在我们明白了，从经典上明白了，这听说的不是自己亲证的啊。如果真搞清楚管用，怎么用法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六尘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这就是身心啊。要安住在哪里呢？安住在自信，安住在实相啊。实相怎么安住？如如不动啊。见色闻声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是自性般若起作用。安住在哪里？安住在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就安住，如实安住了。如果起心动念迷了，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，无实无明啊。你先起无明了，无明就是阿赖耶，阿赖耶的三细相、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。啊，转向就是念头，就是分别执着啊。第六意识的分别啊，第六意识的分别，第七是莫那的执着，阿赖耶那是资料库，将你所有的这些资料通通保存在这个地方，永远不会消失。这叫业，业系种子啊。欲缘起现行啊，现行是果报啊。善业三善道，恶业三恶道啊。起心动个念头，阿赖耶里头都存着资料，永远不会消失啊。修行在哪里修？
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，这叫真修啊！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这是个总原则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那要知道不起心不动念，不落在无明。谁？法身大师，诸佛如来，起心动念，我们凡夫不知道，为什么？太微细了。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起心动念这桩事情，它的速度啊太快了，频率太高了，高到的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啊！今天量子力学家也说不出来，只是告诉我们太快了，不但我们的眼跟不上，我们的念头都跟不上。那高频率，自信没有三种现象，自然现象、心理现象，就是念头啊，这个物质现象没有，完全没有，但是它能现啊，刚才讲过了，它有隐现不同，有缘它现，没有缘它就隐藏起来了，什么缘它现？修行人明心见性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就行了。这就是缘，缘有感，自信有因，感应道交的现象。现什么相？现的是一真法界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在娑婆世界，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就是华藏世界，极乐世界四土里面有十宝庄严土，这是自信现的。不现呢？不现就是常寂光。常寂光是体，是自信的本体，能现、能生、能隐，能隐能现。一真法界，真妄标准是什么？这大乘经上的。有生有灭就是妄，不生不灭是真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土没有生灭，它很奇怪，很特别。不但十宝土没有生灭，它的方便有余土、凡圣同居土，跟十宝土一样，也是不生不灭。大概大乘教里头，只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境界，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。这一点我们要知道。一切诸佛刹土的修行，
不能修到十报庄严时，十报庄严土不算成就啊。可是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下下品往生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成就。这个太殊胜了，无比殊胜了，而且修行的方法很容易，可是难信，真难信，许多菩萨都不敢相信，难信易修的法门呐、啊。往生的条件，偶业大师在要解里头讲的最清楚最明白，往生什么条件？真心真愿，对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丝毫怀疑，我完全相信啊，求愿往生，这个心是真心，无比的恳切，全身投靠阿弥陀佛，临命终时，佛就来接引。所以，能不能往生，完全在信愿之有。那念佛呢？念佛与往生没有关系。念佛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。品位高下，在念佛功夫的深浅啊，极乐世界，你看，有凡圣同居土，有方便有余土，有十报庄严土，有常寂光净土。你是到哪一个土，差哪一般？因为每一土里头都有三倍九品，那是念佛功夫浅深，这个要搞清楚啊！搞清楚，我们心就定了啊！全身全心全心全意投靠阿弥陀佛，我希望什么样的品位呢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我就希望这个位置。等于说，我到极乐世界去学习，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，我从这里学起，我会很踏实。啊，那些人念佛供佛的，他们是插班。啊，我从小学一年级念起，我就很满意了。为什么极乐世界无量寿啊？啊，跟着阿弥陀佛学啊，啊，下下品往生，他的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跟十报土往生的菩萨平等。这不可思议啊！为什么？本经四十八愿第二十愿，阿弥陀佛告诉我们：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。没有说凡圣同居土除外，没有讲。换一句话说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是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菩萨？华严经上的地位，原教初住，别教初地啊，没有真德，
啊，但是你的神通道理、智慧决定跟阿惟越智菩萨平等，不可思议。极乐世界有戒位，一点不假，但是待遇平等，不像我他方世界，他方世界就戒位、待位、待遇不平等。啊，一个等级比一个等级殊胜。那么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全是阿惟越智菩萨，我们要不把它搞清楚，不搞明白，那个心不恳切，往生没把握。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万缘放下，八万四千法门放下了，无量法门放下了，我就这一门，这一生决定成就。如果你搞清楚了，你发现人人都有机会，机会平等。为什么？往生就是心愿啊，念一声佛号、十声佛号都可以往生。生念必生，第十八愿啊，祖师大德跟我们注解说得很清楚，很透彻啊。那个生念包括一天念十句佛号啊，或者早晚课就是念十句佛号，包括这个。所以没有一个不成功啊，没有一个不能自往生的 所以愿心要恳切，信心要坚固，没有丝毫怀疑。啊，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，要是舍弃了，搞别的，别的难呐，别的没有待业往生呐。啊，要断烦恼，要断习气，真不容易啊！啊，所以古大德说，世尊末法时期，往后这九千年，真正能成就的，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啊，当生就能证得阿惟越智，只有这一门。啊，那么这一门里面如舍安住怎么讲法？就净土宗的讲法，如舍安住就是一句佛号，像海鲜老和尚92年未曾丢失他的佛号，一句接着一句啊，不管有没有音声，没有音声，心里头默念，没有断过啊，这叫如舍安住啊！啊，除这一句佛号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什么妄想都没有啊！生活安住，如舍安住；工作如舍安住。待人接物全是如舍安住，他做个榜样给我们看。啊，他的这篇光碟，我看了七八十遍了。啊，他的《勇士集》，
我也看过十几遍，给我的感触，这个人禀赋不可思议啊，真正是一个老实、听话、正干的人啊。我们细心观察老和尚的生平啊，真正老实、听话、正干，也可以说是在近代地贤老和尚有个徒弟郭罗匠，诸位知道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什么都不会，40多岁才出家，没受过戒啊。地贤老和尚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在乡下找一个废弃的寺庙，没人住的啊，让他一个人住在里面，找几个护法居士去照顾他，每一天给他送一点米，送一点菜啊，有个老太太伺候他，替他烧2顿饭，中午晚上早晨让他自理。他在那里念了3年，就一句佛号。你看3年往生，站着走的啊，走了还站3天。人家给地贤老和尚报信，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，要走路，来回3天啊，回来贴的半后死。老和尚对他赞叹的，洪宗严教的这些大法师比不上你，走得这么潇洒，走得这么自在啊，真的没有白出家了。大概地仙老和尚出家的徒弟，他算第一了啊，这活在世间没人瞧得起他啊，走的时候表演这一招，让多少人生起信心。海贤老和尚是这一类的人啊，那我就相信他念佛3年能不能像郭罗匠一样，肯定能。那为什么不走？他很想走，阿弥陀佛不让他走。啊，他也听话，阿弥陀佛陀佛叫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。我相信他的寿命没这么长，112岁不可能，正常的也不过七八十岁啊，阿弥陀佛给他延长的啊，跟他约定的。我相信他92年当中游览西方极乐世界，跟阿弥陀佛见面决定不止10次，92年一般功夫成片，阿弥陀佛就来嘱咐你了啊，会来告诉你
你还有多长的寿命，到时候佛来接你往生，心就踏实了，定了，功夫成片，就有这种事情啊，或是在梦中，或是在定中啊。我相信他念到功夫成片，也不过就是三年五载，他就得到了。啊，佛把表法这桩事情委托给他，做佛门弟子的好朋友，做念佛往生净土的弟子们的好朋友。那么他从功夫成片往上提升，肯定的，他佛号不离口的，跟我们讲一生佛号没成丢失啊，师父给他讲的话他完全相信，没有怀疑，一教奉行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。师父还嘱咐他明白了不能乱说，不能说啊，这一句话他记在心头。什么叫明白了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叫明白了。啊，为什么不能说？环境不能说。啊，你像慧能大师，在盛唐的时代，大彻大悟，还要到猎人队去避难15年。哎，海鲜老和尚开悟的时候不可以说，他自己知道。那我们在谈话当中他要透露消息，偶尔漏了一句风声，我什么都知道，人家问他都不讲。这一句话不是随便说的，没有大彻大悟说这一句话叫大妄语，大妄语是堕无间地狱的。啊，所以我估计他得事业心不乱，应该在30岁前后；得理业心不乱，顶多40左右。所以他跟阿弥陀佛很熟悉，念佛佛就来了，给我们做见证的。啊，往生，我相信佛告诉他。什么时候看到一本书，就是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战士，看到这本书往生的时候就到了，佛来接你。他天天盼望啊，信徒也不少啊，啊，去看他的没有人带书给他看啊。2013年，啊，这个是2013年，前年，2013年1月，有几个信徒到山上看他，带了这本书。啊，他看到有人带书，他就问这什么书，人家把书名告诉他，无比的欢喜，赶紧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要人给他照相。他心里完全知道啊，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，
只有这一次。你看，照这张照片，三天之后走了。啊，走的时候没有不要人作念，他不告诉人不要人作念。啊，自己念佛敲着引磬念佛，平常念佛不敲引磬，这一天晚上念佛敲引磬。啊，而且念的时间特别长，大家都睡觉了，到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老和尚走了。那为我们表法，表什么法？啊，告诉我们，西方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他所证明。啊，他常常见佛，每一次见佛都想要佛带他到极乐世界。佛都不答应，都劝他，你修得不错，修得很好，啊，给学佛同学们做个好样子。真难得，不容易。啊，这个表法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那么第二个，那就是帮我们的忙了。我们这些年遭难了，我们以夏莲老的回忆本，以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来修行，多少人反对，多少人回报。啊，甚至于把我们要贬成邪教。啊，他来给我们作证了，证明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。真经是什么？每一个字都是佛说的，他汇集确实没有改动一个字，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文，真经。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他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来做注解，解释这部经典，正知真见。没错，我们这十几二十年依这个本子修行学习也没有错误。老和尚为我们做真传呐，三转法轮呐，啊，夏莲公、黄念祖劝转，啊，试转。劝转，老和尚为我们做正转，啊，我们这才死心塌地，再没有疑惑了。啊，这一句佛号能够念到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啊，所以老和尚虽然不认识字，没有上过学，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。也没有听过一堂佛经讲演，没有，但他什么都懂。啊，你是无论什么经，你念给他听，确实他都懂。啊，只是他的师父传见法师教给他不能讲，大彻大悟也不能说。啊，还是一生乖乖的种地。啊，念佛啊，所以他见人见的人太多了，一句话开始就一句话，好好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都是假的。
这个开始是他的经验谈，大彻大悟就成佛，一句佛号能成就，不拐弯的，不找麻烦的，啊！所以我遇到这些资料之后，我劝勉同学们，真正学佛求往生，学海鲜老和尚。啊，如果有真心，有切愿，今天不听不要紧，没有关系。啊，如果有怀疑，一定要听经。经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，经是帮助我们认识极乐世界，好像是导游一样。啊，你对极乐世界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的心里会向往，你会非常想去。啊，对这个愿心增长，用意在此地，所以有真心切愿就不必要了。这一句佛号真正不可思议。那现在有人争净宗十四祖，我觉得不要竞争，净宗十四祖就是海鲜老和尚，当之无愧也。啊，这一生的行仪，他确确实实如舍安住，具足庄严，威德广大，清净佛土。这四句话是海鲜老和尚一生的写照。他是什么人？他就是这个人。啊，所以心里头不能放别的东西，只可以放阿弥陀佛。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决定成佛。啊，这一部经，汇集本黄念祖老居士注解，保证书啊。念佛求生净土的保证书啊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。所以如实安住就是安住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懂吧？保证你这一生圆满成佛，这是真实智慧啊。那现在这个身就是无为法身，为什么？你这个身呢，没有一个妄念，妄想杂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，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或者是你有观想只有一尊阿弥陀佛。除这个之外统统放下，没有第二个念头，这就是无为法身啊，修无为法身的方法了啊。那么这就是往生论里面所说的入清净去。那么这个清净有两种清净，一者气时间清净，就是极乐世界讲的十七种气时间的庄严；二者呢，众生世间清净。这个众生世间就是
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，在极乐世界生活修学的环境啊，一定要知道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度化众生，一生不要到第二生，一生究竟圆满成佛的道场，真实道场。他这个国家国土没有国王，没有上帝啊，也没有我们这社会的组织，四农工商没有啊，极乐世界非常单纯，一个老师一个是学生，老师是阿弥陀佛，学生是十方世界时时刻刻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学生啊，每一天去的很多，每一天在里面成佛的很多，成佛毕业了啊，成佛之后到他方世界跟自己有缘的众生事先八相成道教化众生啊，从离开极乐世界到一切刹土里面去实现成佛，无比殊胜庄严。那么此一法句包括前面讲的两种情景，与上面就是往生论里面所说的三种庄严，故云具足庄严。具足庄严这一句话不是空话，实实在在啊！啊，故云具足庄严，如往生论注这个注解。谭鸾法师做的啊，往生论注做得非常好，说此庄严啊，庄严寺纵使皮首皆母，皮首皆母是天地名啊，此天善工艺，巧变化，思建筑，这就是现在建筑师啊，这是天上的建筑师啊，天宫建筑由他们来包办，皮首皆母是他们的领导人啊，功成妙绝，即使皆想其能去土，去土是描绘没有办法啊，这太好了，无法想象。信者本意，能生极尽，所生言得不尽。能生是清净的自信啊，常寂光啊，所生的是下面四土啊，不仅仅是十宝土，十宝土是化身菩萨住的
方便土就是我们讲的四圣法界，十法界里头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方便土是四圣法界。下面同居土是六道，全是净土啊，法性土啊，法性是能生的，能现的，所以极乐世界跟十方诸佛所居的刹土不一样啊，十方世界诸佛居的刹土是阿赖耶变现的啊，像华严经上告诉我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心是真心，就是自性啊，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，就是唯心所生所现。但是后头有一句呢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十法界包括六道，唯识所变，啊，那么为什么西方世界没有识，完全是法性，同居也是法性土，啊，这不可思议，因为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阿弥陀佛以他的愿力，以他的神通道理，帮助我们把八识转成四智，花开见佛无生，这就转世成智了。啊，所以身是法性身，土是法性土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，确确实实有四土三辈九品，但是它平等。啊，身相，每个人的身体体质跟阿弥陀佛相同，自摸真净色身，相好，啊，阿弥陀佛的相好。观经上讲得清楚，身有八万四千相，相有八万四千好，每一个相，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，光明，每一道光明里面都可以看到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在讲经教学教化众生，凡身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所得的身相也如是平等的，平等心就平等。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心不平，为什么不平等？相貌不一样，相貌好的傲慢，相貌不好的有自卑感啊，在人面前总觉得比别人低的啊，这烦恼啊，傲慢是烦恼啊。所以佛不让他这个世界所有往生的人有引发烦恼的缘，因是有，没有缘，所以待业往生，待到业，到极乐世界，业会不会变成果？
不可能，那你没有缘，因加上缘才有果。极乐世界你带的业，阿赖是带的业，但是他没有缘，所以他不会结果。啊，所以在我们想的时候，转世成智是在什么时候？应该是往生的时候，坐上莲花，莲花就合起来了。佛拿着这个莲花，带到极乐世界，放在七宝池里头。啊，等到它完全转过来了，花就开了，花开见佛。啊，无生法忍是什么地位？七地以上啊，无生法忍啊，是那样的阶位呀，不是自己修的，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的，无量功德加持，你才能真正转过来了。啊，这都是非常稀有啊，所以能生的是信德啊，所生的能生其境，所生言德不尽。故今言，随其心境，则佛度尽。这两句话重要啊！我们要把这八个字记在心上。我们修净土要修清净心，心净则土净。那清净心怎么修？老实念佛修清净心啊，念佛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啊，我们基本的概念啊，念不念佛？念佛，有时间就念佛，希望佛号不离口，不离心，佛不离心，号不离口啊，要这样去念，跟极乐世界完全相应，这才好啊！啊，如果不念佛，就会到妄想，妄想就造业，业就有报，很可怕啊！念头的微细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：一弹指，32亿8000年。那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次？有同学告诉我，能弹7次。啊，我大概只能弹4次、5次。啊，我相信，年岁轻，体力强壮，弹得快。如果弹7次，32亿8000年，8000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。这一弹指320兆，再乘7，2240兆，一秒钟。你能够掌控得到吗？不可能的。每一个念头是每一个画面，所以这个画面是不一样的。每一个画面都不相同。啊，日本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，他那个实验室我去了3次，他告诉我，他做了几十万个实验，没有发现两个图案是相同的。
啊，他把这个话来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他，你做20万张、200万张、2000万张都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。他问我什么原因？念头不一样，那怎么会相同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对，念头生的，这个他完全懂得。啊，善念，你看图案接近多美。啊，恶念，那个接近的时候很难看。啊，现在我们在台湾也设立一个实验室，啊，在高雄。啊，我们所做的这个效果超过他了，比他还殊胜。啊，上一次我到日本去的时候，去讲经，第三次去访问他，江本也过世了。啊，他夫人接见我，我们把我们做的这个实验带给他看，他看了非常有兴趣。现在跟我们合作，好事情啊！这证明什么呢？证明相是假相，不是真。你看，真的自信不可得，因为他没有现象。自信在哪里？啊，也就是净土讲的常寂光。常寂光在哪里？常寂光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他没有形象，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缘不到。啊，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所以他能生万法，万法呢是刹那变化，所生的这些万法他的寿命多长？就是刚才我给诸位说的，他的寿命2240兆分之1秒，就是一秒钟他生灭2240兆次，太快了啊！我们今天看电视，电视一�秒钟多少次？100次。电视100次，我们就已经没办法了，好像它是真的了，啊，它变化100次，啊，我们看到好像都是一样的，其实张张不一样，没有一张完全相同，啊，你想40，阿赖耶的相分，也可以说呢，咱们念佛人常常念心经啊。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造成宇宙基本的这个相分呢，现在讲的这个现象就是五蕴。五蕴色受想行识，色是物质啊，受想行识是念头啊，念头产生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物质现象生灭多快？刚才讲的，弥勒菩萨告诉我，一秒钟它生灭2240兆次，我们根本没法子体会到。啊，所以万法不可得，《大般若经》上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就是说这个现象不要以为它是真的，假的啊，真的不可得叫真空，假的叫妙有，叫幻有也不可得，真假都不可得。所以我们的心态是什么？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
法是佛说的一切法，再给你讲的真如自性，你没有办法控掌控它。六根缘不到，它存在，它是六根的根本，六根是从它生的，啊，六根缘不到它，啊，外面的现象，这是心性色变，全是假的。它的频率，也就是它的寿命，是一秒钟的2240兆次，这样频率在流动。我们这一个念头，不知道多少念头过去了，微细的念头。啊，佛问弥勒菩萨这句话问得很好，他的原文是问弥勒，是心有所念，即念即相是也。你看几个微细念头，弥勒菩萨说，拍手弹指之间，弹指之间32亿8000。啊，百千是十万，32亿乘10万，就是微细的念头，有几念。啊，一弹指32亿8000年，320兆啊！这是事实真相啊，能不能得不到啊？啊，我们这个身体一秒钟变化多少次？2240兆次，一秒钟。有2240兆个这个身体，哪一个身体是我？念头才动，已经不存在了。啊，这个念头一个接一个。啊，一定要晓得频率太快，啊，不是真实的幻象。所以说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那么换句话，万缘都要放下，连着身体都放下，身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个随其心境在佛陀前，所以心里都不能有东西，心是空气的，没有东西，这个心是最健康的心，这个心跟真心相应啊，时间久了养成习惯了，真心现前，妄心不见了啊，诸佛如来用真心，那菩萨还不行，菩萨的心里头有根本无明，没有分别之处啊，所以菩萨心比我们清净，比佛他就不清净啊，全教菩萨还有起心动念，阿罗汉辟支佛就分别啊，阿罗汉执着放下了，有执着的习气，习气断尽了，他就生一起辟支佛，这辟支佛见思烦恼断了，习气也断了，断尘沙烦恼啊，菩萨断尘沙烦恼的习气，十法界里面的佛断根本无明，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啊，他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脱离十法界了
到一真法界去，到十八度去，难了，太难了，断烦恼真不容易。啊，我是到85岁，想想过去学华严，学了几十年。华严经讲史讲差不多有4000-5000个小时。啊，想想不能了生死。一点把握都没有。把华严放弃了。啊，专修净土。专念阿弥陀佛。这个有把握。啊，看到祖师大德这个开的开示，真心切愿就能往生，这个我有把握。啊，品位高下我不求那个，我求下下品，我从这里做起，到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，在阿弥陀佛座下扎根，从头学起。啊，小学一年级。在念导博士班，我走这个路子，我不插班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威德啊，威德广大，清净佛土，可敬畏。这是威的意思，可尊重，可爱护，这德啊，所以威德，你看看，你有德啊，你有威，你有德啊，这个威德都是修成。人人都能修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自性里头是本性的性德。我们迷失了自性，把威德失去掉了。我们认真好好的修学，威德慢慢会显现，啊，自然显现。《法华经》。嘉祥大师的书里面说，威在别人看你尊重你啊，对你不敢轻慢，这是威严啊。爱呢，这是德啊，他又敬畏你，他又爱你啊，又喜欢你。这两个字的解释，另外一个解释呢，折服啊，你跟他在一起心里服了啊，他的智慧，他的德行啊，受他的感动啊，自己跟他相比差得很远，自叹不如啊，这是折服，这叫为摄受，这是德，这是菩萨那方面啊，这从两方面说，前面说我们学生对待老师啊，后面这两句是老师对待学生啊，如何才能折服学生？身心研究，你自己做不到，就不能叫人佩服。啊，学的东西自己要做到啊！啊，自己做不到，不能叫人的，被人揭穿了、看穿了，也瞧不起你。
啊，自己必须要做到身心言教啊，身行而后言教，这个教学成功的啊，自己没有做到去教人，被人看穿之后一文不值，身败名裂啊，这种事情多，你细心观察，都在现实社会广大谭玄记是六十华严的注解，贤首国师作的，大以包含为宜，广且体积永重，体是本体，就是自信，自信圆满的基础，妙用周边，广啊，广是从用上讲的，啊，大是从包含说的，啊，所以，无论是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心量要广大，啊，心量不广大，成就有限，啊，要怎么想？起心动念。要想到国家民族，要想到全世界苦难众生啊，学佛的人更广，为什么？他会想到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，这里面多少苦难众生苦难众生在求救我啊，我们发心参加释迦牟尼佛的队伍，这个队伍是干什么的啊？佛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？只有一桩事情啊，帮助众生离苦的路啊，那我们是最靠近的，我们的苦有没有离，乐有没有得到啊？亲近佛陀，亲近善知识，头一个要自己真正离苦啊，佛陀了解，苦从哪来的？苦从迷来的，从无知来的，从不觉来的。乐从哪来的？乐从智慧来的，乐从觉了来的。啊，所以佛是怎样帮助人离苦的路？破迷开悟。迷破了，苦就离开了，救了，乐就得到了。啊，我们在《玉经》中很早啊，禅云法师就把这个净土介绍给我，我没接受啊。啊，我在台中求学十年，李老师至少有六七次啊，很认真地劝我学净土，学印光法师。他老人家把印光法师的文钞给了我，我看了一遍，对净土尊重啊，不批评，不回报啊。以前还有批评，这无知
啊，读了印祖文钞之后，对敬重尊重，但是没有意思去学它。啊，真正归心净土，是我讲《华严经》，讲到五十三参，讲四十华严，在这之前，第三十九卷。看到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成就的，我这一下才醒过来。啊，在以年轻我们心目当中最佩服的是文殊普贤。啊，现在知道文殊普贤是念佛往生净土。回过头来再看五十三参，看出来了。你看以前五十三参讲过一遍都没有发现啊，发现善财修什么法门没发现呢？那么换句话，依照清凉大师注解去讲，没懂啊。那第二遍再去看，看出来了啊，就看出来了。善财童子是文殊的得意门生的入室弟子，他跟老师当然同一个法门，这沉船呢、啊、真的。你看他参访第一位善知识德云吉祥明比丘，他修什么波州三昧，专念阿弥陀佛。我们知道波州三昧一期九十天不能睡觉，不能坐下来，叫佛列三昧，只可以走动，只可以站住，很辛苦，九十天呢，日夜都是这样的。那要年轻的时候，体力很好，才能修这法门。啊，一期九十天，啊，德云比丘教他这个法门，跟他讲。二十一种念佛法门，二十一种念佛法门我懂得啊，我讲的时候没讲错，二十一种念佛法，二十一不是数字，是表法，是代表圆满，密宗的圆满啊，那就是净土法门包含一切法门啊，一切法门都没有离开净土，所以一切是多，多皆是一，一多不二，这是华严教义啊。那么再看最后一个无上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位是普贤菩萨，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当中，这个五十一个善知识代表八万四千法代表这些啊。善财学不学？学，学的怎么样？没修啊。所以你看参访之后经分六个科目，最后一小科念得离此，感恩，感恩接受老师的教诲，但是不修，还是学念佛法门啊，所以念佛法门贯彻始终，第一个吉祥明比丘，最后一个普贤菩萨啊，我读到这些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对净宗深信不疑了啊。但是真正回头是才几年呢，85岁真正回头
45、45年真正回头啊，这个真有把握了，法喜充满了啊，大经大论好，没有这些呢，我们的信心生不起来啊，经没有白讲啊，对帮助身心净土啊，坚固的法愿求生，对这个有很大帮助啊，所以心量要大啊，要帮助全世界啊，帮助至少帮助全世界的佛教，再扩大了帮助全世界所有宗教啊，行不行？行。我跟宗教往来啊，这次在英国访问，看到英国人团结宗教，我看到非常欢喜啊，跟他们宗教领袖见面，我送他四句话：宗教都有神的，造物主、上帝、众神一体，宗教一家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啊，宗教可以帮助社会化解所有冲突，啊，把这个社会带向永续的安定和谐。这是宗教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啊！宗教最怕的就是自赞毁他，自赞毁他，宗教会灭亡啊！那人类的时候也就有大艰难啊！所以这个决定要通解啊！宗教要互相赞叹啊，不仅是一个宗教里面宗派，对其他宗教也都赞叹，没有批评，没有汇报，引物扬善，绝对正确，这真正叫积功累德啊！宗教都是救人，都是帮助人，劝人行善都是好事情啊，人根性不相同，缘分不一样啊，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，我这个法门好，你那个不如我，不行，我们讲根性，我这根性我设立过很多法门啊，但是我做不到啊，断烦恼是用他们方法做不到，用念佛的方法行，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啊，心里头只放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啊，换一句话是心先求清净心啊，清净心得到了再求平等心，清净心是阿罗汉，平等心是菩萨，后面觉是成佛啊，觉是大觉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所以这个经的经体好啊下莲老的慧气，这是慧眼，他也是会记的啊，前面这一半是诵行经体，后面这一句清净平等觉经是汉译的，都是原本的经体，连经体都是会记的啊，清净平等就是因，是我们修行的标准啊，与这个相违背的就不是真修，不是修净宗，一定要相应，后面大乘
无量寿庄严，极乐世界的果报啊！啊，极乐世界什么样子？那几句说尽了。啊，大乘是智慧，无量寿是福德了，寿命是第一福报。有福有慧，后面庄严，那就是讲的29种一真庄严果德啊。所以《坛玄记》里头啊，大义包含为义，广就是提起用处啊，提是自信，究竟圆满啊，用大用无妨啊，用途太大了，没有用不上的。啊，所以幕后随其心境在佛土前，我们特别重视这一句啊，这个日常生活修行要抓住这一句啊。我们再看下面文，广大会业为阿弥陀佛名号之意，居广大会举之德，故有此名啊，是讲广大的意思，因十方众生往生极乐，法会甚大，甚众无量，全因弥陀甚德所感，今今曰广大真显此意，啊，显示这个意思。啊，我们要学阿弥陀佛广大心量，广大的宏愿。跟阿弥陀佛相应啊，阿弥陀佛是用的什么心，发的什么愿啊，做些什么事情，通通值得我们学习。我们在这里范围规模小，但是相应啊，心同佛心，愿同佛愿，量如佛量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？这就是我们往生信心之所来啊。后面这一段清净佛土，经中十一品云，极乐世界清净庄严，超越十方啊，于是超越了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比不上极乐世界。因为一切诸佛的成佛都是随顺自信，正德信德的圆满成佛了啊。成佛之后他有大慈悲心教化众生，那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啊。他自己住净土，报身住净土，像释迦牟尼佛华藏世界啊，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十宝图里面现的是宝身，在同居图，在方便图
现的是应化身，应化身的身相，应化身的本体跟十报土相同，是法性，不是法相。啊，这个就是超越十方，啊，也就是随顺自性呢，他加了一个特殊的修行，那就是四十八愿。啊，五劫修行用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又汉译无量寿经的啊，汉译中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佛，或者是无量清净觉，这就是五种原译本里面汉译啊，对阿弥陀佛称呼称为无量清净佛、无量清净觉啊，所以无量清净觉就是阿弥陀佛啊，盖极乐乃如来真心之所现，自性清净之所成，故无量清净。清净好啊，清净的受用好啊，头一个身心健康，人在这个世界老没有老相，没有衰老的相啊，病没有病苦啊，死也没有死相啊，死了之后一个星期啊，相貌还是非常庄严，满面欢喜这是我们念佛人应该要修道的，海贤老和尚就是这样的，全身柔软啊，一个星期还是柔软的这都是给我们做实现做样子给我们看的。又极乐世界即是密严世界与华藏世界这一面都是十报庄严土啊，密严世界是密宗的，密宗所修的啊，所以密是显之密，显是密之显，是一不是二啊，用的方法不一样，到最后的结果完全相同。啊，生密严世界，我们到极乐世界了，那个人生华藏世界，到极乐世界一碰头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啊，怎么你也在这里啊？都在一起啊，妙不可言呐、啊。我们知道了很局限的不圆满的，实际上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到极乐世界统统看见了啊，那么修其他宗教的听说极乐世界这么好，他能不能不改变他的宗教往生极乐行不行？行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为什么？条件这是信，有极乐世界，相信有阿弥陀佛，愿意往生。你看，他没有说的时候，这个
你修学哪个法门？没有啊。你看这个法门多大了，阿弥陀佛这心胸包容啊，什么宗教都行，甚至是无逆失物，临终他真相信，他真愿意去，他也往生。啊，一丝毫功德没有也能去，从下下品往生，从那儿学习。啊，由念佛功德到那边品位增高，他插班，插班去，从一年就学习，没功德，没念佛了，都能往生了。啊，经上没有说，没有念佛的人。不能往生，没有，没有信愿的人不能往生。啊，经每一个字都要看清楚，啊，要细心去看，每一读一遍，看的不一样啊，遍遍有新的意思出来，前面没有看到的被发现了。啊，有新的章句出现。啊，其实都是念过，念过多少遍？大乘密严经云，这举出例子，大日如来，一自难思定，自难思定，自是自信。难思定是什么？就是慧能大师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本不动摇，这自信本定啊。啊，现于中妙色，色相无有边，非于所能解。极乐庄严国世尊无量寿，这是密严经里面密宗所修的啊，也主要的经典里面对于极乐世界的赞叹啊，大日如来不是普通人的，大日如来的赞叹，大日如来是法身佛，品如真啊啊，一般显教里面称为频卢遮那佛。啊，翻成中国意思，遍一切处。大日日光，遍照一切处，取这个意思。啊，一自信本定，我这样讲大家容易懂。啊，那换句话就，他入自信本定。现于中妙色啊，这有缘从提起用，现于中妙色，这就是能生万法啊，色相无有边的，非于所能见的啊，这个于是其他界位的大日如来见的，菩萨声闻见不到啊，极乐庄严国，这就贴切了啊，现的什么妙色呢？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世尊教主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，今明大日如来住于难思不可思议的妙定，定中现极乐国土与无量寿佛，故知大日就是弥陀，密言就是极乐。说得好啊，
密言佛陀，超诸佛国，无为为性，不同为尘。我们这个世界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一合相，一是什么呢？一就是微尘。这个微尘，就是经上说的极微色。啊，现在量子力学家找出来了，科学叫它做微中子。啊，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，整个宇宙都是它组合的，它是基本的物质组合的。啊，所以宇宙的奥秘，物质、念头、自然现象，这三种奥秘，第一个，物质被揭穿了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物质是假的，是虚幻的幻象，我们误以为它真实。啊，它根本就不存在。你想，它生存的时间只有一秒钟2240兆分之一，一秒钟生灭这么多次数，哪一个是真的？所以物质假象，不是真相，应该放下，彻底放下，边都不沾。我们往生才有把握。啊，什么时候往生？阿弥陀佛知道，他会来接我走。什么时候来接我走？有没有牵挂？毫无牵挂。啊，还有没有人想见的？没有了。还有没有东西要需要争的？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说走就走了，自在。舍得干干净净啊！啊，到那个时候，如果还有丝毫牵挂，那个牵挂就把你拉回来了，又拉到娑婆世界搞六道轮回了。这个很可怕啊！所以往生的人天天做往生想，晚上睡觉躺到床上，叫阿弥陀佛来接引我。那天天这么想，哎，总有一天真的想到了，阿弥陀佛来了，啊，我就去了。啊，对这个世界要放下，啊，帮助众生，帮助正法，有缘就做，没有缘不要攀缘，啊，不要去想我要去什么，那就是妄想。啊，众生要有福啊！啊，缘就会很顺利。啊，有缘不做，对不起；没有缘勉强，没有必要，那叫自生烦恼。啊，所以一切发大心、立大愿，有佛菩萨安排，自己不操一点心，这就对了，自己心里。就一句佛号啊，对极乐世界认识清楚，这部书这个注解足够了，不需要再找参考资料了。啊，我是早年路走错了，走向脚下，入海算沙啊，差一点没有不能回头啊，还好终归回头，啊，在老师安心了，不回头，老师不放心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